新一代荷里活性感女神 Sydney Sweeney 不时都会在社交网站派福利，昨晚她在 Instagram 分享了性感的自拍照，以邪恶视角展现澎湃的身材，半日就吸 like 300万。她在电文里面说很少对镜自拍，而每一次都是灾难级，自嘲影相功力差，而网民就纷纷说不介意她继续制造灾难。Oh.